随着两具木棺运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东基地的方舱内 ，M2 棺木的考古工作就此拉开帷幕。棺内发掘出的漆器精美异常，漆碗上朱砂手书的文字留存着历史的印记。两枚有着月润字样的开元通宝，是否暗含着时代的背景？随着发掘的深入，墓主人身份的信息逐渐清晰。此时 ，M2 棺内的发掘已经到达底部。随着淤土的清理，墓主人的骨骼在考古队员的精细发掘下，终于一点点地露出了真容。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仿织物考古专家的初步判断，出土的文物应该是一件漆砂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仿织物考古专家虽然有成功提取丝织物的经验，但是提取这么狭小空间内的丝织物仍然是个挑战。好，往里插，插，一直往下插，插到我手底下。好，差不多了，顶住啊。好，松手。领队孙明丽和纺织物考古专家的双手挤在狭窄的棺木空间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好，我起来了。一块儿喝，往里插板。你看，哎，好好好，哎，好，把这个给我。好，在最头上那个地方。好了，干净了。专家们成功提取了一件较为完好的漆砂棺。漆砂棺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材质的帽子，它以轻薄的绢纱为底胎，经多次修漆形成漆砂。以漆砂做成的帽冠挺阔而轻盈，舒适而凉快。漆砂棺自汉代就有了雏形，在古代的书画上经常能看到，后世官员的乌纱帽也由此而来。由于漆砂属于丝绸制品，埋藏千年的有机物在墓葬中极难保存，能出土相对完好的漆砂棺，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实属罕见。由于文物提取时已经软化塌陷，所以想要一睹它的风采，还要等到纺织物考古专家进行文物复原。纺织物考古专家接着在多处骨骼表面发现了织物的残存碎片。也有，确实有。你看，是不是？是的，是吧？就是它在人骨上，就是说明这一层盖了一层，是从这儿上来的，是盖在这个上面的。那这个就是到时候看这个下面是不是也有一层，因为它不是太确定啊。这些肉眼看上去黑漆漆的泥炭样片状物，专家用高倍放大镜观察，还可看到清晰的经纬线。这个倒很清楚了。在墓主人大腿骨周围，纺织物考古专家也发现了大块的丝织物残片，而长期保水的情况下，有机物十分脆弱，这也为提取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在商讨后，纺织物考古专家决定先对文物进行保湿覆盖，并让周围的淤土缓慢脱水，整体揭取后再进行织物的提取和修复。
由于严重氧化，很难看出织物原本的光鲜亮丽。仿织物考古专家用细软的毛笔对其表面进行清理，用探针对其结构进行判断。你看那上面一根根的吗？竖着的。能看出来，但是效果不好。不好，还是在泥里。对。还是得再清一下，都不敢再弄了。那好像不是一层，那个。不是一层。我们现在分析啊，就是那个黑色，咱们现在看到黑色的是一层。嗯。然后在这个黑色的下面还有一层，颜色会稍微浅一点。嗯，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仿织物考古专家用探针在丝织物下发现了个小件，在这里一个雕刻的小件，你看上面有，看到吗？是这个木头雕的吗？石头。石头。石头。嗯，你试试这个。粘手之类的东西，或者不知道。这个挺好看的，雕的。玉件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洞，看上去这块玉件可能是墓主人腰带上的挂件，或者衣服上的配饰。这时，一个金属材质的物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考古人员的精神为之一振。就是在那个手，这个 M2 墓主的这个底部，出了一个带扣，它其实不大。就像两个铁片一样，它可能是卡在一起的，就是两片嘛，卡在一起，可能腰带部分就卡在里面这样了。那不光是这个带扣，你看它还有腰带的。对对，腰带其他部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现在看就是，这个是叠在一起了嘛？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大概在这个，淤土的下面的一个地方。几枚带扣与腰带丝织物的发现，这对于还原整个腰带提供了参考。王明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家，具有多年考古经验。他此次负责 M2、M4 墓主人骨骼考古提取工作。先看看，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放心了。低颅阔面，就是从这儿看，相对来说比较低，从这儿看。脸比较宽，你看他脸现在看不太清，但是你看他额头是比较宽的，这是北方人的，就是尤其是蒙古人那种特征。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这块后边有个尖儿，这也是特征之一。你像咱们汉族多数就没这么一个尖儿，多个棱，也就是像个棱似的，但这个尖儿是比较少见。但是他已经有一些混血了。但是呢，还是以就是祖上来的这些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肱骨显示生前上肢肌肉发达，可以量一下，用这个也可以复原身高。386。通过体质人类学专家的判断，这个有着北方人特征的男子，生前身高1.7米左右，肌肉发达，骨骼粗壮。营养充足，这还长了一个祖生齿。那把躺着拿掉了。这第三就是智齿啊，啊，祖生了，这个疼的要告诉你，这个拔掉不好拔，这个不好拔。根据牙齿和骨骼推断，死亡年龄大概是40至45岁之间。从遗骸上看，生前并无致命伤，也就是说是自然死亡。这里边的土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纯旧。就是做这个寄生虫呢，用这个小的眼里的土呢，比如说这是8个眼，也足够了做。考古人员整理了 M2 出土的物品，他们发现，虽然这座墓葬并不是高等级墓葬，
但它仍然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与此同时，微生物考古专家把从牙齿内侧、腹腔和骶骨下提取的样本和墓中发掘出的植物标本一起送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对于判断和还原墓主人的生活状况及生存环境将起到重要的作用。M2 棺墓发掘直到此时，墓主人的身份仍然扑朔迷离，他到底是谁呢？眼看发掘已近尾声，还能有机会找到答案吗？这令现场发掘小组成员心情忐忑。就在人们开始不抱希望时，在棺底板处一块木板出现了，清洗出来居然有文字，是买地券。辛苦数日的考古人员此刻惊喜万分。那个铜钱上面应该有字的吧？宝源东皇宫。嗯，把速度无限的刷一下。嗯，对，无字的刷一下。买地券又称地券，是死者亲属为死者在阴间买下一块栖身之所的证明。M2 这个买地券出土，其实它最关键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字方面的信息。这里面其中有两条信息，我觉得尤为关键。一个是买地券开头提到了一个乾德四年，这个是墓主人下葬的这个年代，就为这个墓葬的这个具体的下葬年代提供了一个作为直接的一个证据，乾德四年，公元966年这样一个年代。第二个就是墓主人的身份，它里面提到了这个李辅君，就是一个李姓的一个男子，下葬在这个棺中，那我们就确定了墓主人是一个李姓的男子，根据买地券里面它的纪年记载的是乾德四年，也就是公元966年，这个时候呢，纪年的话其实已经进入宋代了。但是吴越国这个时期呢还没有完全灭亡，所以这个年代呢也正好是处在五代和河北宋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两个铜钱呢也正好见证了这个变迁的一个过程，因为吴越国这个时期呢它用北宋的年号了，但是它这个铜钱啦包括内部的经济文化独立性比较强的，并没有受到北宋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管辖。一直到后来应该是公元978年，就是纳土归宋，到这个时候吴越国才完全的成为了北宋的一个有效部分。买地券的出现证实了考古队员对于墓葬年代的推测，明确了李姓墓主人的下葬年代。准确纪年对于考古工作来说是极富价值的发现。棺前发掘的墓俑造型，令人费解的墓棺模型，明堂上的人物图案，以及沙沙沙的字样，这是否就是吴越国时期苏州地区的丧葬风俗呢？墓片上的人物图像和动物墓俑，又反映着当时人们怎样的鬼神观和生死观呢？这一切谜团的揭示还要等待着考古人员的后续研究。M2 的墓葬已经发掘完毕，那么，在它旁边埋葬的彩绘棺木 M4 又会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感受呢？M4 被砍砸的伤痕，竖立的棺钉，究竟是有什么样的隐情？墓主人是男是女？和 M2 是夫妇还是父子？年龄几何？这重重疑问将在千年古棺 M4 开启后一一揭开。